我来换他，可好？金王爷。 以他对我的了解，唯有让他擒住楚楚，他才会相信我是真的已无计可施。挟持我，他便有了活命的机会，所以他一定会答应拿楚楚与我交换。可是这样，最后就只留你一个人深陷险境了呀！都给我退后！退后！不然我杀了他！ 事到如今，你能否对我说一句实话？你说什么？你往日待我如兄如父，除了为了攀附我母亲与景阁老的势力以外，可曾有过一点真心？<笑>真心，不过就是利用你刚直的个性，扰乱朝堂中的各方势力。 门上的机关是由我设计的，我最清楚他的射程和角度。有我亲自引他去，可确保一击得手。此时兄长正在府中悄悄试炼，我与他配合，定保万无一失。圣上那边就拜托景阁老了。王爷放心，这张擒贼之网由我们一路编织至今，现已悬于这群逆党头上，收网在即。这最后一击。 还需我们戮力同心，一起拿下。诸位随我出生入死，此般幸运，仅于先行谢过。这，王爷，你这客气啥呀？都是自家兄弟，有什么好谢的？就是。 你就把我这一年扣的俸禄还给我就行。你就这点出息，跟你爹一个样。哎，我什么话也没说呀。<笑>传陛下圣谕。 安郡王妃云氏楚楚素有仵作之才，屡捉安郡王查破奇案，验死者已尽生人，佛心鬼手，堪称奇才。朕惜才若渴，今特许云氏楚楚仵作身份，准其随左安郡王萧景瑜，查疑断狱，警扼尘奸，钦此。